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，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，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，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。这人的脑子撞了个大鼓包，助人为乐的老实人只能背着包裹跑，好人好报诚心诚意换回的准是福报，坑蒙拐骗偷奸耍滑欠债是没法了，看着人家斑斓的日子心里的火直冒，总想过上富人的生活借手去买彩票，人生道理不管到哪儿都会是一副药，除了时间太长了，也该回去了。嗯，可你走了，我会想你的。那我可以回来看你啊，你也可以上包谷屯看我呀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哎，到时候你可别赖账啊！哎呀，你要去了，吃别的没有，吃苞米管够。来，我给你收拾。多多，嗯，你再帮我个忙呗。行啊。哎，你还是打死我算了，我可不想见他，我没哪儿见他呢。哎呀，那话就话就没事儿，叶童是好人。哎呀，哎，你们这要干嘛呀？叶童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就原谅我这次吧，我下次肯定不敢了。嗨，都过去了，我都没放在心上，没事儿啊。真的？啊。太好了，叶童姐，你真是好人。以后千万别干这事儿了。肯定不敢。那个，我要回包谷屯了，我要请大伙吃顿饭。我就特意过来请你来了吗？我提杯酒，那个我要回包谷屯了。来北京这么长时间，没少给大伙添麻烦。那个首先感谢我的好兄弟张狼，也感谢我好兄弟大军，好兄弟陈皮，好兄弟多多。好兄弟媳妇儿叶童能给我这面子参加这个宴会，我也不会说啥，黄总话都搁酒里呢，我干了啊，我来，祝你一路平安啊。大伙吃菜吃菜。你多吃点，然后路上再饿了。啊，我再单独敬一个。敬我兄弟张狼，还有兄弟媳妇叶童。
你看宝哥来北京这么长时间，感谢你俩的关心和照顾。有啥不对的地方，大伙都互相担待点。来，三哥仨碰一个，来碰啊，来，来，一二。哦，在北京一定赚不少钱吧？没赚多少，来多少是多少啊，一点点。走了啊！看啥呀？不是自个儿家了？这房子太带劲了，进屋吧。哎，咋整这样的呢？你坐呀，你坐坐去，坐坐，老得劲儿了。咱家盖房的钱不是没花完吗？我上大集去，人家才用了两年的沙发，哎呀妈呀，老便宜了，我就给整回来了。你媳妇能干不？下回你再上那么远的地儿，你带上我呗。你说你这长时间都不回来，你知道人屯子里都说啥不？说啥？说我给你跑了。瞅你那样，不是稀的你。哎呀，我知道人说你啥呀？说你是个不下蛋的鸡。都多少年了，早习惯了。他还说啥说啥呢？你说的呢？那人家要说你是个不下蛋的鸡，你听着难受不？哼。我昨天就是不下蛋的鸡，扯吧你就。哎，你干啥去了？我上大马胖家看看。你上他家去干啥呀？我都一个多月没看着他了，我看他忙啥呢？你回来。咋的了？没回来呢。你不说他回来了吗？那我不是骗你呢吗？你骗我干啥呀？人家不是想让你早点回来吗？你想我，你就说想我的呗。你撒这谎干啥呀？那我要告诉你大马胖没回来，那你能现在回来呀？你还不得找他去啊？那我肯定不能回来。那还不是啊？三嫂，牛宝回来了，你们看看去啊！啊，回来了。哦，那看见俺家大马胖了吗？没看到呢，就一个人啊。走了啊。躲什么躲呀！嫂子来了。行啊，穿的挺好啊，发了哈。俺家大马棒呢？咋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那个大马棒，那个那啥，大马棒让牛宝带话，说过几天再回来。孙导，你们别着急啊。行了，别麻烦了。大马棒咋的了？那个我跟大马棒俩走散了。啊！你说你家大马棒，
他咋老还瞎逛悠啊？你说东逛悠逛，西逛悠逛，不就找不着了吗？哎呦，他就是那人。那他咋说的？他啥时候回来呀？你没听明白？就我俩一到北京就走散了啊！我还以为他早回来了呢。怎么回事？那个，哎呀，桂花，你说吧。大老胖丢了，刚进北京就丢了，丢了。嫂子，咱有事儿进屋商量啊。走。牛宝，你认识不认识这个？啊！我认识，我认识。认识就好。你当初跟俺借走大马棒的时候，你胸脯拍得杠杠的时候，你咋说的啊？嫂子，你最多十天，少了五天给我送回来，现在一个多月了，我说过你一句没有啊？不是，嫂子，你上手了这，你啥呀你？你现在啥话呀？你把俺的人丢了，你一大老爷们儿，你咋不把你自己都给丢了呢？你算哪？你咋说话正磕碜呢？你给我起来，待会儿我这找村长，有啥现在就说。起来，嫂子，走，我找人去。不，嫂子，咱有话慢慢说呗。马三子，你抽啥风啊？你说你家男人丢了，你抓俺家牛宝干啥呀？再说了，他一大伙人推搡他身上，他爱上哪逛，我们哪知道啊？他让俺家大马帮是爱逛，可因为没逛到北京去啊。你家牛宝不把俺家大马帮借走了，俺能放人呢？他能丢我？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谁不讲道理了？这白纸黑字的啊！你这。行，今天你们俩不跟俺把话说清楚了，俺还不走了。嫂子，人呢？我整丢的，我肯定给你找回来。但是你好赖也得让我搁家住一宿啊，那我不能回来就走啊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走我也赶不上车了。哼，你俩热火热炕的一宿，俺家大马棒清锅冷灶的，没吃没喝的，这还不知道有地方住没有啊？行了，你别哭了，嫂子，我去给你找。找哪儿去啊？我找人去呗。你上哪儿找？你知道在哪儿呢？去哪儿不去去？啊！我上北京去找去。孙子，我说你这心咋这么狠呢？这俺家牛宝刚进家门，热炕还没坐上，你这就给轰出去啊？你在这能整事儿呢？啊！行了，别吵了。人我整丢的，我就得给人找回来。再来说了，大马棒丢了，我能搁家待得住？就怨你，你说你早点告诉我，不就没这事儿了吗？那都怪我呢，那大马棒又不是我给整丢的。哪儿长炮呢？咋这大动静呢？谁家结婚了？胖胖哥回来了，胖哥。有点谈不上大啊，差远了。你可拉倒吧，你没发财，你哪能整这么风光啊？一般，这叫啥风光啊？哎呀，你这小车都整上，你发财你不跟说一声，我们又不占你便宜是吧？是啊，你给我们说说搁哪发财呗？对，马梦哥，来，每人发一张看看啊！上海滩中国公司大东北区副总经理许富贵啊，这多大官啊？不知道啊。许富贵，这听名咋这熟啊？许大马棒这大名嘛，当总经理了。
不行不行不行，富的啊！今后啊，乡亲们也要改一改啊，就请叫我许富贵，副总经理，简称许副总啊。许副总，我上边还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我龙哥，我下面可是管着几十号人呢。如今我就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啊！别来来来来，吃糖吃糖啊，小朋友们啊！来来来来来来啊，吃糖吃糖啊！哎呀，慢点啊，来抽烟抽烟啊！没良心的东西，一个月你跑哪儿去了？你还知道有这个家呀？你死在外边算了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回来干什么呀？看我不削死你！我哎哎哎哎哎哎哎！你打我！你竟然敢打我！大家伙都在这儿了啊！你们给我评评理啊！前几年我在他家一直像当长工一样的干活，可是他每天还打我。你们谁见过一个老娘们每天削自己的老爷们的？没有，对吗？前几年我一直念着我那老岳父对我好，我没有理他。现如今我今非昔比了，可是他一点还不识时务，还要打我。我告诉你，今后你再打我，我就休了你，你信不信？哎呀，大马棒搁哪儿发财了呢？哎呦妈呀，这是真要翻身了！哎，不是大马棒，认差人了。你这说啥玩意儿？这不是大马棒，是谁呀？你听听，那说话他一点都不磕巴。妈是不磕巴了啊？那不磕巴也是大马棒啊？是啊，那是大马棒，他怎么能不磕巴呢？爸，你回来了。小丫，放学了。嗯，放学了。哎，小丫。明天再上学的时候啊，你就跟老师和同学们说，你叫徐小丫。徐小丫还没马小丫好听，还叫那个名儿。这熊孩子，让你说你就说，你找削啊！哼，赶快把饭给我做好。不好意思啊，一听就让你们看笑话了啊！你看着没有？刚有俩臭钱，就开始打媳妇了。我叫叫。哎呀，你干啥去？人家两口子事你管得了吗？我顺便问问他跑哪了。你问啥呢？酸枣都挨打了一会儿，再拿你撒气了。你回去，回去。我回去，不许去，我回家。钱还没够。那干啥呀？大马棒也不清楚。嗯呐。宝儿，嗯，你下地。啊。把柜子打开。啊。上面小箱子拿下来。
啊。我拿着了哈。行。媳妇儿，我给你买了一件老时髦的衣服，那才带劲。哎呦，哎，这是好看哎，能穿呐。还有呢？没了。没了？啊啊！你不说我都忘了。你猜我给你买啥了？啥呀？存的，宝儿，你老有出息了，还以为这辈子都带不上金溜子了呢。哎呀，四个九的，收拾起来吧，少往外带啊。那啥的买了不就带的？哎，你干啥去啊？我上马旺家看看，他家人来那么多，我怕酸枣一人忙不过来，我帮忙忙啊。不许去，你回来。你一大老爷们儿，你帮孙枣算咋回事啊？你给我坐下。你这说的啥话呢？这是。哎，你干啥去？我下地摘点菜，给你整点好吃的。那我也去。哎，你别去，来，把腿放了啊，坐坐。你看书吧。看书吧。嗯呐。那你们是不知道什么叫高楼大厦呀，什么是灯红酒绿。你到了那眼神根本就看不过来，真的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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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多少钱呢？能？有呢，300多块，贵了。呀，孙导，你面真好，你大大马旺真疼你。哎呦，这衣服可真不错，我让我们家那口子上城里给我也买一件去。哎呦，小心点，别弄坏了，这可是从北京买回来的，这衣服老贵了，俺们这旮瘩没得卖的。哎，我给你们穿上试试呗。啊？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们这些人呢都是穷命，烫了也穿不上，家里有事先走了。哎，好，那你们慢走，不送了啊。呀，你说妈穿哪件好看啊？妈妈，嗯，两个加一块配一个鞋肯定。真大的，赶紧走了。你说啊，是我拽着你大马棒去的北京，结果呢，到那给人整丢了，也不知道搁北京这段都过的啥日子。啥日子？好日子呗，你说人家都是坐着小轿车回来的，人在北京混的不比你好啊，你还替人操那份闲心，真是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，我俩呢毕竟是多少年的好兄弟，我就总觉得他回来了，我不去看看他，他不弄事儿，你说。那你在北京的时候，人家怎么不去看你啊？那人现在有这么好的赚钱的门道，咋不说捎上你啊？
你怎么知道他没找我呀？那他肯定是不知道该怎么找我。他给酸枣打个电话，问我你在哪儿住不就行了？他也没打这电话呀，害得酸枣天天找我要人。我又得瞒着你，我又得瞒着酸枣，你知道我遭多少罪呀？全他闹。那肯定他忙呗，他没时间打呗。那人现在可算回来了吧？那人也没来看你啊，人天天在家分烟分糖，人想着给你捎点啥了没？还兄弟呢？他呀刚回来，那肯定家里人多。他忙完了，一会儿肯定得过来看我。想吧你就。你看，来了吗？哥，牛不？兄弟，我们整两桌啊，家里啥都有。来来来，桂花，赶快拿筷拿碗啊！嫂子，快进屋，快点。哎呀，枣啊！衣裳咋那么好看呢？你说这大白天你就怕被人劫了啊？你当俺家大马棒是柴火棒呢？那可保不齐啊！呀，这衣裳还没见过呢。嗯，俺大马棒从北京带来的，好看不？衣裳好看，人更好看。姐，你真会说话。桂花啊，你去再整俩菜。哎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这都带着呢，烧鸡啊。呀，哪有到人家家吃饭自个儿带东西的呀？放这儿，一会儿拿回去啊。你看酒碗还有，我再去整俩猪蹄儿，等着啊。好，哥，你跑哪去了？姐，给你大妈守着呀。哎呀，可别去啊，你说你穿这么光鲜，我再给你整脏了。没事儿，家里多的是。哎，你说要是咱俩尺寸要是一样的话，那送你俩这样呗。你说我长这么敦实，我哪能穿上你的号啊？可惜了哈。那牛宝上北京就什么也没给你买呀？倒是烧了一身衣裳，就一身衣裳啊。枣啊啊，你看见没？就那小辣椒，你给我摘两天。哎呀妈呀，金的啊，四个九的，牛宝给你买的，可不是咋的。哎呀，牛宝发大财了，一整就整金的了。他发啥呀？他也没钱，他就舍得往我身上花钱，可劲儿发。摘俩辣椒吃哈。后来我龙哥听说我在北京没有地方去，又回家，他说啥要把我留下，说是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，非要拉着我进他的公司。我一想，我这好不容易来趟北京，就这么回去我也挺不甘心的，我就同意进了他家的公司，从基层干起啊。这不，我这一干就干到了这个位置。哎呀妈呀，哥，一个多月你就挠到副总经理了？他们都叫我许副总。许副总，咱哥俩就别这么叫了。哥，你手下肯定管老多人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回你发财了，我可得跟你沾光了。哎呀，瞧你这话说的，这咱哥俩你沾啥光啊？那要不是你带着我上北京，那我说啥也遇不到我这命中的贵人呢。先不说咱俩这感情，就冲这一点，我要发财了，我绝对不能把你拉下。兄弟，跟着我进公司吧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们一起跟着我龙哥，用不了多久
保证你挣的钱跟我一样多啊！到时候你也弄个牛副总干干。我跟你说，你看 你发财了，你有那能耐，我可不行，我没你那两下。你咋知道没有啊？这不最近我们公司接手了一个新的工程，如果这个项目要是弄成了，那咱们之间的发财那是小意思，甭说咱俩了，就连整个包谷屯那都能闻名世界。真的假的呀？这个项目我先不说，我先给你介绍介绍我们公司。上海滩中国公司大东北区。这长江总发洪水这事你知道吗？我听说过。是我们公司给长江盖了个盖儿。给长江盖盖儿？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没听说过？没有。兄弟呀，你不能在包谷屯窝着了，这个工程年前就开工了。我们老总龙哥说了，预计在2016年七月这活就交工了。2016年七月，那是猴年呢。对，猴年马月。嘿，大宝贝儿啊，我说你也忒不实在了啊！你说你发这么大的财，你也不给你家酸枣整点啥可心的玩意儿？你瞅瞅你净给他弄的啥呀？这啥布条子？这都。桂花，你咋这么说话呢？我说啥话了？我这不说的都实话呗。哎，咋的了？哎，尝尝我酱的猪蹄儿。好，嗯。大马帮我回家。你没有眼眉呀？你没瞧我这正吃饭呢吗？这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，回去了。嫂子，这就你不对。那你让我哥搁这吃一口呗。你回去把小丫头接来，咱们两家都多长时间没搁一起吃饭了？这不是大马棒约了人谈事儿吗？他这一喝酒给忘了。我啥时候约人了？这你不是约了人给你写大项目吗？你忘了？哎呀，都有大项目了，那赶紧回吧啊，别耽误你们干大项目啊。出个门送出二里地呀、啊！你今天咋的？你咋还跟一大马棒呛起来了？那大马棒都干大项目了，还给媳妇买那些便宜玩意儿，就瞧不上。那你也不应该撵人家走啊！谁撵他走了？他自个儿出去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今天呢就是吃差药了。人马棒哥来拉我一把，有啥不对的呀？马棒哥，人家现在是总经理了，你跟到他屁股后面，你算啥呀？你也总经理啊？那是上下级关系，那你们俩还好得了啊？你说这都哪跟哪呀？这是，就明明吧，是你心不痛快，你不想让我跟大马棒一起挣钱。我就是不想让你跟大马棒在一块儿，咋的了吧？那这为啥呀？你天天跟大宝棒屁股后边，那我也得跟那酸枣屁股后边。你瞧他今天嘚瑟的，穿一身新衣服跟我哥显摆的，至于吗？你看，不在人家说呀，说你们老娘们头长见识短。那你说我跟马棒哥，我俩挣了大钱，那我不照样也给你买新衣服穿吗？我还不稀的了，咋的了吧？我就不许你跟那大宝棒屁股后头。我也不愿意跟他酸枣屁股后头，我跟他屁股后头，他尾巴不得翘上天呢。还你不稀罕，瞅人那阵势，人肯定有啥大项目。他就是有天上掉了大馅饼的好项目，我也不稀罕。一开始吧，我也不信，但是刚才马棒哥
把那项目书给我看了，我一瞅，那白纸黑字儿，那真事儿啊，这是。你到底想说啥呀？就是吧，人马棒哥说有个新项目，想拉我一把。咋拉呀？这话你问的，就投资呗。那不还是惦记我那俩钱儿吗？媳妇儿，那钱吧，高那高着，他也不能下崽儿。要我看呢，投资也不是啥坏事儿。他让投多少啊？那他没说。不行。我告诉你啊，那钱是我挣的。在家听我的，钱都交到我这儿了，你还想拿回去啊？你说你小抠样，你这你，我真这样，我都不给你。话说晚了，哈。桂花上酸菜，桂花上酸菜，上酸菜。跑这儿来了呢，装啊！你装啥呢？我装啥了？牛娃，你可别忘了啊！我可说过，我睡觉的时候呢，就把钱要放到枕头里。你要想偷钱呢，你就得长点脑子，知道不？偷钱？偷啥钱呢？行了，你别装了，你拿钥匙，你下地，你屁股噜那啥玩意儿的都。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哎妈呀，完了，完了！媳妇儿，我搁北京，我听说有一种病，叫什么油？梦游。对，梦游。说得这种病，半夜说起来就起来，完干啥都不知道。还有一种严重的，说白天没干完的活，晚上都直接干完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是不是得病了？我看你是得病了，要不然你上那儿去拿一瓶子干啥呀？哎呀，那我肯定是晚上渴了想找酒喝。你再看看你那手里拿的是啥呀？不是，你整农药装箱子里干啥呀？
那你说这晚上我咣咣我周了，这不得出事儿吗？牛宝，我可跟你说清楚了哈，咱家这点钱就是我的命根子，你要给他整没了，我就把那农药都喝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不，你这人，这怎么这么能较劲呢？那我这不也为咱家好吗？我就寻思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发财的机会，那你说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？是我不知道珍惜。那我要知道珍惜的话，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好啊。那我爹早就说了，说你这辈子就是个没出息的穷命啊，我就不信啊，我非跟着你啊。这么多年了，真是一个穷字儿啊，咱家。你说现在连修房子都要问别人借钱，我过过一天好日子吗？我跟着你。那要搁以前也就算了，咱自个儿挣钱，咱挣的少花的少。那你说你要跟了许大马棒了，我在咱屯子还怎么抬得起头啊？我在酸枣根我还有啥面子呀？不就几件破衣裳吗？那至于吗？咋不至于啊？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。那你看人许大马棒回来，人就知道给孩子送点糖啊，给大人送点烟啊，给媳妇儿多带几件衣服。你都干啥了？我不也给你买衣服了吗？那就那一套衣裳。那我还给你买金溜子了呢。那金溜子能天天换着戴啊？那你说你想咋的？我就不想被马三娘比下去。不是，我就寻思你们这帮老娘们，那有什么好比的呢？不比这比啥呀？你说在咱村里头，谁家不比咱有钱呢？就咱俩结婚那会儿，我连喜酒都没办。你说这么多年了，我想回家看看俺爹，我都不敢回去。我心里就想我爹啊。我老觉着对不起他了，桂花，要不咱就回去一趟。你说啥？我说呀，要不咱们就回你娘家一趟。我这回我让你好好风光风光。Thank you.
少背影已被遗忘，多少人一去不再回头，茫茫人海我们四处漂泊，而今谁还陪在你的左右，多少相逢多少分别，就像等在同一个路口，穿过岁月紧握你的双手，那份感动依然可以拥有。你还有多少老朋友，春夏秋冬去和你一起走，老朋友就像无法割去的骨肉，想起你的时候总让我热泪流。你还有多少老朋友，在你心中留，在你梦中游，老朋友就像品一杯醇醇的酒，温暖着我的人生。